大家好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收藏转发哦，谢谢。今天我玩的是灯塔争夺战，这种方式最好是有快速机器人，不过这种机器人一般个子小，生命值低，武器也不好，不过凭借速度可以快速抢夺到灯塔。我在桥中央的灯塔遇到了蝎子机器人的偷袭，没能顺利拿下这个灯塔。前几天在评论区看见一位朋友说他回归，获得的是这个机器人吗？会飞行和发光束的机器人。讨厌的蝎子机器人来偷袭了，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蝎子机器人，我也好想拥有一个，然后把它升级满，武器也配上攻击力高的升级满。遇到了抢灯塔的小机器人，不过不要小瞧他们，厉害着呢。终于把这附近的机器人清理干净了。附近有几个对方机器人，可是距离有点远，武器的射程有限制。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，可惜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机会来了，几十发导弹一次性全部跟对方机器人身上去，不被击毁才怪。下面有一个目标，不过跳跃起来以后发现扑空了。凑热闹吧。看中这个飞行机器人，看上去生命值很高，几个机器人围攻也没有被击毁。机器人在慢慢上来，好像是觉得自己有保护罩，不怕被攻击。不过我们这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上来就等于被围殴。这个机器人鬼鬼祟祟地绕到我身边，以为可以来个偷袭。可是他没想到我已经盯上他了，就等他出现在围墙里面了。不好，后面受到袭击，而且不能动弹。上了飞行机器人，然后飞行起来，几个追踪导弹直接把躲障碍物后面的机器人解决了。对方已经使用超级泰坦机器人作为主要攻击力量了，而我们这边还是些中型，生命值低的在作战，劣势明显。
四个导弹发射器，不是高速发射导弹，一个超级泰坦机器人就这样报废了。导弹还没有恢复数量，对方机器人就来攻击了，而且地形很开阔。最后一个普通机器人也上了，顺便击毁一个对方机器人。